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先知个儿情报局。近年来，众多奢侈品大牌进军中国市场，为了迎合中国的节气以及习俗，都出品了不少周边产品。最近，巴宝莉就因为这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巴宝莉发布了一组2019中国新年广告大片的预告，名叫《摩登欣喜》。这次采用当家经典格子元素与中国红元素相结合，碰撞出的灵感设计，同时还邀请了周冬雨、赵薇等当红明星参与拍摄。其用意是好的，却因为冷调高级感的宣传照画风，再加上模特们一个个都面无表情的凝视镜头，被众人吐槽。原本和和美美过新年的景象，也一秒变成了诡异无比的恐怖片即视感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大家看到的也只是预告宣传照，完整的贺岁短片还没发布，大家还是擦亮双眼，到时候一睹为快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巴宝莉新年照就说到这里了。想要了解更多时尚新资讯，欢迎点击关注按钮，跟小先知一起探索其中的奥妙吧。